迄个十三岁就开始做头鬃，吼，非逐日都非常的无闲。轻一点，来按摩一下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八十二年，阮老公忽然间来离开，迄个时阵我嘛有一段想袂开，要来离开。了后的时阵真庆幸来拄到自制，咱的祖先方式、医疗的技工、环保啊，吼。了后，咱会去看到人间的苦，咱会去体会讲咱何等的幸福。小等一点，小小心。水烟呢？烟呢？好不？会烧烧不？七十一岁的陈林华珠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，靠洗衣磕头赚百元微薄薪资养活自己。孩子给的孝亲费，他存了七八年，每一笔都舍不得花，就是要回馈给大爱台。钱我拢给捡起来。吼，想讲互因有有效的机会就对了，搁甲因报喜吼。那都偶尔都会讲分享一些慈大爱的故事啊。啊，你下班吗？就感动啊。我到了，好，讲到无聊吗？好，刘老师。今日我做一个人客，我就有六十块。哦，六十块。嘿，六十块。啊，因为我已经做两个了嘛。哦。十年前，阮的先是阮祖先啦吼。啊！伊个这边拄好，这个姻缘拄啊到，啊好好来关咱这个迄个大爱台，这个大爱台吼，嘛会当传播甲现在拢已经全世界吼。邻居吼有一挂独居的啦吼，啊因咧事实拢无伫迄村里啦，啊我拢吼会甲租去互因用餐安尼啦。金姐啊，你有伫个啦？只水饺吼，你只你家一个人咧。好姐妹们在一起时，她们还有共同的兴趣。老李啊，哦，最近这个季节足寒的呢。啊，你去看迄个，哦，你看这出电视台呢？哦，这出电视台我嘛拢有去看过。我看这地高台，地高台吼。大爱台吼，咱为上人吼，伊时常伊会发起出来讲吼，伊会开始讲，伊讲。咱这个厝边，就是咱的资源。你爱时常去甲探。该是退休的年纪，华珠仍继续挣钱，要用点点滴滴的爱守护自己最爱的电视台，更温暖这个世界。